上课集合喽！掌声欢迎大嗨！因为我虽然当老师，但是我不是教育系，然后我现在会回去看那些。大家好，我是教育系的大嗨。今天就是跟着我在台南一起生活的台南好样好朋友们一起来台东念书这样。刚才第一段是说家属大爷是不是？所以这段是什么？瞻仰遗容吗？OK， 那你也看，对啊，真的是很多的，就是其中有很多的感慨啦，然后也有很多很棒的一些回忆，一直在这段时间一直想起的。那我觉得13年，一个小朋友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育就结束了。对，13年过去了，然后我想到我第一次来在铁花中心这边演出的时候，但是在2010年的7月这样子，然后就是反正这段时间就是想了很多以前大学在念书的时候，然后在这里，然后有很多很棒的一些演出的记忆的。好，我先跟他讲，我们待会的进行模式就是这样子，我会讲一些很无聊的话，然后那个他就是我们的贝斯手，他是台南市安平区冷笑话冠军，掌声。今天很难得，我们可以在这里听到冷笑话，安平区冷笑话冠军的笑话，这样。所以当我讲完一段很无聊的话之后呢，他就会把时间交给他，他就讲完，他就会讲一个笑话，然后笑话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唱歌。对，我们的模式是这样的，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是这样一个进行方式，因为我怕我讲话实在太无聊、太无趣了。好，我们先带来第一首歌曲 ，OK？ 你知道我在别人面前弹琴唱歌，很多，我的逻辑怎么怪怪的？最常做这样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教会，然后第二件事情就在铁花。我在铁花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几乎跟我在教会是做类似的事情。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我很就是对对啊，所以笑话冠军。我今天要分享的一首歌是，我相信很多教会长大的小朋友他们都有听过这首歌。然后我一个好朋友叫做廖本，我们以前常常喜欢拿这首歌开玩笑。对，这首歌叫做《我们又在一起》，然后他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詹美珠。对，詹美珠，他是一个詹美珠。对，懂詹美珠的人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詹美珠，因为你们待会会一直在这首歌里面听到詹美珠、詹美珠、詹美珠、詹美珠是谁啊？他就是詹美珠。OK， 那我不说这首歌什么了，然后我把这首歌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改编，然后就我把它想象成一对新婚的一对人，然后他们可能分隔了很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又在一起，然后一对欢心快乐的跳着舞，然后唱着歌，然后满心喜悦这样子，然后这首歌叫做《我们又在一起》，分享给你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晚安。好，我们看到有那个从外地来的 ，Hello， nice to meet you。OK， 那个今天呢，我要来讲第一个笑话。好不容易来到了台东，台东是一个非常，哇，这么感人。好，台东是一个我很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一个笑话呢是，为什么有一只鸡常常喜欢在台东的海岸吹风？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好，没关系，因为它是一只吹风机。Lights up.
难免处，我们要在一起，同心合意，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相遇，我们要在一起，来赞美主。三菱的妈妈，对，请拿沙比或者是请拿衣服吧，詹美珠。OK， 我们又在一起，我觉得今天好，等一下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声音的部分，还是我们先请那个冠军笑话冠军先讲个笑话好了。
家好。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OK， 好，看来我们要来讲一些笑话给大家听了。好，那个，如果今天呢，超人呢保护地球，那请问谁要来保护城市？荧幕，因为荧幕保护城市。谢谢。好，再来第二个。羊看到什么会暴怒？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吗？羊看到什么会生气？喜羊羊。喜羊羊吗？不是不是。有人要猜猜看吗？好，我拔一下耳机。有人有答案吗？洋葱，很接近，是羊生气啊啊！大家给我一个小掌声一下，哇！好好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这个英文可以，英文可以的。好，那个有一天，贝壳回家了，啊，贝壳就是那个你知道海边的贝壳嘛，我刚刚在台东，有一个贝壳呢，他回家了，他就跟我说 ，I'm back。哎、谢谢。赞，赞。等一下，对，还有很多。I'm back， 好，回来了。哎，在5、6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去采访，我不断采访，去拜访了一个希拉雅，在推动希拉雅族的一个老师，因为那时候我在采集一些创作的一些想法，然后刚好认识了旁边这位，他是一个希拉雅族的一个年轻人，他现在才高38岁。然后我因为我是三，好辛苦哦。对，他的主业是副兵长这样子，对，然后去跑送单这样。然后我三年前来到台南生活，然后认识比较有一些稍微了解一下希拉雅族这个文化这样子，然后因为认识了智佑嘛。然后一方面想要去采集一些创作的想法，我就去拜访了，他的部落的阿姨，对，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们当时候在推动希拉雅族，的一些过程。然后我听到一个故事，非常的感动，这样子，就是他们那时候在推动希拉雅族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一些资料跟文献，然后一直到有人跟他们说，哎，你们知道吗？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文献，然后它是400年前那个。荷兰的宣教士他们进到台南，然后他们进到那个希拉雅族的那个部落的时候，他们为了要宣教，他们就把那个圣经翻译成那个希拉雅族。然后，但过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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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其实希拉雅族的文化其实已经慢慢的没落，包括文字都已经消失殆尽。那因为当时候这个文本的产出，到了400年后，他们在做语言的推动，他们才可以从这个文本圣经里面去考究说，原来希拉雅族的语言的架构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慢慢因为透过这个文献，才开始了就是希拉雅族振兴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的心中有很大的那个浪花在我的里面波涛汹涌，就像今天太马里的海岸一样，非常的波涛汹涌。超可怕嘞！今天来的时候，我们刚好开到东海岸，然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风特别大。我们就看到那海浪，我们就这样，啪！我们靠，我以为哦，海啸了嘞！哎，海啸，对，好，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激动之下，我就写了一首歌。那这首歌是截取文，就是从那个文献里面的一段话去截取出来的一段，然后我把它做成一首歌。它没有歌名啊，就是我们就听一听，然后也让大家认识一下希拉雅族。虽然我不是希拉雅族，我可能也没办法讲得很清，但是就是我一个感动一个激动之下，我就想要做这首歌，然后分享给大家听。我们还要听笑话吗 ？OK， 好，来，李师，麻烦了。好，再一个。好，再一个。好嘞。好、哦，要抓时间吗？好 ，OK， 好了。那好，那个。有人去过富士山吗？可以举个手跟我挥一下富士山。哦，你去过吗？有吗？大家有去过富士山吗？有吗？没有，还没去。好，没关系。那个，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富士山在哪里。好，那有人知道富士山在哪里吗 ？Fuji Mountain。Do you know where
Where is Fuji Mountain? Japan? No, 不是日本，在-42跟-44之间，-43 ，OK， -43。谢谢大家。
党希拉雅夫为新人翻译出来的一首歌曲。拉鲁鲁，拉鲁鲁是我们希腊雅语的谢谢。拉鲁鲁，对。好。我先讲完这段无聊的话。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在讲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在讲一个歌颂，在讲一个赞美。对，那当你的心中一直散发出一种赞美的心的时候，你看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非常的可爱。对，就是这首歌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事情。嗨，大家，我又来了。好，讲一个就好了，因为这首歌接下来会非常的精彩。所以呢，你们知道茶最怕什么酱料吗？有人知道吗？茶最怕什么酱？不是芒果酱，你们要猜猜看吗？没错，沙茶酱，它怕死了。谢谢大家。它是首日文歌。
谢谢。这首歌就叫做《我的心啊》，我的心啊，要一直赞美，要一直歌颂。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漂亮、可爱、动人。OK，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唱的歌曲，我觉得就给你来说一下，讲一些话好了。对，因为这首歌，好，我先讲十秒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那时候佳佳在里面演出，那时候忘记是什么时候了。然后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哇，这首歌很棒，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可以就是再听见他现场唱。那我今天我们就特别把这首歌来到现场，然后就做一次分享给大家听，这样子。哦，是存在的。哦 ，baby。对。哦 ，baby， 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记得这首歌是佳佳的创作，然后他当初是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就是小军的孩子，就是送给他的一首歌。对啊，然后今天听这首歌，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还有机会再回来铁花村，因为之前跟达哈一起来的时候，真的十几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呢，我已经生了小孩，我的 baby 就住在台下。这首歌就送给他好了，但是他好像睡着，他是睡着了，对，他睡着，对，让他平静安稳的休息。然后这首歌，对，也送给所有的，对，也让我们的心回转像孩子， yeah， 像 baby 一样，像 baby 一样。好，你要来一段吗？我要来一段。OK， for baby。
是我吗？这首歌的故事，这首歌故事，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创作，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来自我们一个，朋友的一个很棒的创作，叫做《存在》。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想象的就是他在描述着神是怎么在他的高山低谷当中都是陪伴着他，一直存在我们的身边，一直牵引着我们这样子，然后用他的一个体会去创作出来的一首歌，很美的歌，《存在》。我这首歌的想象是说，我知道就是我们人终究会遇到一个生离死别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存在是一种心里面的一个信心吧，就是即便说亲人离世了，朋友离世了，心爱的狗离世了，但是曾经过去陪伴的那些日子都存在，跟他相处的那些快乐美好的一些回忆，点点滴滴都存在。你在某个时间想起他的时候，哎，那个曾经存在的感觉又再次回到你的生命里面，这是我对这首歌的一个感触跟我的一个想象。来的吗？好，那个，既然讲到存在，我们来讲一个关于跟存在有关系的笑话。好，那个，大家有吃过草莓大福吗？这总有了吧？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吗？太好了，大家都大部分的人都有吃过。好，那其实我们讲存在这件事，那个草莓大福里面有一个什么？草莓。所以草莓其实。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想说：“哎，我来。”他就突然有一天就有一个问题，他就说：“我现在在哪里啊？”所以他不知道他现在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他身在福中却不知福。谢谢大家。
句爱会一直存在 until the world end。 OK， 好的，这首歌叫做存在。我们还蛮快的，这个好。其实我们今天，对，好，我想把这首歌的一个很好的介绍给我们的李斯，因为这个作品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回忆，这样子。好，嗨大家，那个我叫 Chris， 然后这首歌呢是，好，没有笑话时间，等一下再补一个，好不好？好。这首歌接下来带这首歌是我跟我一个台湾族的朋友写的，他叫柯志翰，然后这是他在国中时候写的歌，然后如果你到 YouTube 找，你还可以找得到这首歌叫《村庄》，然后是 D major， 然后对有走音，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听这样子。那去年的时候我其实蛮常跟他一起做歌的，然后有一个机会，他来我的工作室，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最近好像没有作品哎，然后我就说，不然我们拿你其中一个作品再来做一张作品好不好？他说好啊，然后所以我们就选了《村庄》这首歌。那《村庄》这首歌其实有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其实很久没有回到自己。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追逐着一个梦想，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像念书，或者是当然念书很重要，只是说就有时候因为太过在一个这样的念书工作，然后各种的压力情况下，我们会忘记就是我们自己本来是谁，甚至说我们当初小时候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村庄》这首歌也是鼓励给每一个人找回你属于你自己的村庄，好吗？好吗 ？OK。然后这首歌的副歌就是其实很好唱，好，就是我不太会唱歌，我给那个打海唱一下。好，就是好，我唱一下。好，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它叫咦哎呀嗨呀，就这样 ，OK， 可以吗？好。咦哎呀哎呀，好，我还是要来讲个笑话。好 ，OK， 虽然是感人的时间，最近呢压力很大嘛，所以那个我胃食道逆流了，然后我就看了医生，然后其实蛮严重的。那回家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所以医生说什么？医生怎么说 ？Doctor， 谢谢大家。哎呦，有 get 到吗？有 get 到吗？医生怎么说？Doctor，OK，、okay， 好，谢谢大家。熟悉了彼此对方，而我从小就把你们当作家人一样。其实没有那种帅气可爱的脸孔，但是拥有那种创作歌曲的能力。我们只是想要突破了我们自己，只想回到从前。
发现长大后我们越来越离了村庄，让我们现在都忘记了那天的模样。其实没有那种帅气可爱的脸孔，但是拥有那种创作歌曲的能力。我们只是想要突破了我们自己，就只想回到从前。去年的时候，对，然后制作一首单曲，大家可以在那个 Steam Voice 呀，可以去点村庄，你们就可以听到呀。待会我们会讲这件事情。哎，其实我们的歌唱完了，对。那我们就自己哈，安可。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就跟那个铁花的希望老哇，我就说老哇，我听说这次铁花要结束了，我那个十二月的时候来见铁花做一面这样子，所以其实安排的有点仓促。那其实这次回来，我其实就是只想做一次好好的在这边，就待在这里。对，其实音乐这件事情已经就是在铁花常常我之前前大学的时候到现在常常来铁花演出，其实在这边演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已经成为在我的音乐的一个生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很棒，就是谢谢铁花村，就是成为我一个音乐创作的一个小小的启蒙。那即便未来可能不晓得这边会变成怎样，我还是会努力的，就是在音乐的里面做出一些我喜欢的一个音乐的模样。谢谢铁花村。那我最后呢再带来这首歌，我第一次来铁花的时候我就是唱这首歌曲，它这首歌叫做改变。那过了十三年，其实每个人的样貌会改变，然后心会改变，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初衷，你对某一件事情的那个初衷，你能够好好的找回它，我觉得那个是最棒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喜欢音乐的人，可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学业的压力、功课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我们不得把许多那个比例把它音乐的比例摆小一点，所以常常我们就会忘了到底我们为什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那能够不断的把这个初衷找回来，我觉得对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不晓得我现在唱这首歌是不是像十三年前那个样子，但是我一直努力把那个初衷找回来，做一首歌曲，真的做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改变，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OK。叫做改变，然后我们就
跟着吧。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此刻的画面是无声的世界。我故意装作不在乎，不在乎你和他的一切。我失去掉你，这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剧情。我失去了你，也失去过去拥有的回忆。这样的改变，你怎么不知道？休息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再去上个洗手间，一直催大家上洗手间，再去上一次，然后再去吧台点，然后如果会冷的一样，可以靠近火炉去那个暖一下身体。那待会下接下来最后一位表演者叫做卓雅麦，我们休息五到十分钟，待会跟在台上跟大家一起见面，谢谢大家。